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教友，现在我们大家正坐有虔诚的举行圣经，我向全能的天父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失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以圣宠引导我们，支援我们，使我们时时处处专务善功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。阿们。读经一，恭读以撒以亚先知书。在锡翁山上，
万军的上主要为万民摆设盛宴，备有丰美的食物和纯青的陈酒。食物是精选的，陈酒是上等的。他要在这座山上先去那遮住万民的上帕和那掩盖各国的殓部，他要永远消除死亡。上主要从每个人的脸上拭去眼泪，要由整个地面除去他民族的耻辱，因为上主如此说过。到那一天，有人要说：看哪，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拯救我们的天主，这是我们所依赖的上主，我们要因他的救援而无无喜乐，因为上主的手停留在这座山上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Thank you.
读圣保禄宗徒志腓立伯人书，弟兄们，不能受穷，也能享受，在任何事上，在任何境遇中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富裕，或贫乏，我都得到了秘诀。我仰赖加强我力量的那一位，任何事都能做。但是你们也做得很好，因为你们分担了我的困苦。我的天主必要以他丰厚的财富，在基督耶稣内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。愿光荣归于我们的父天主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天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也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又用比喻对十祭长和民间长老说：“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儿子摆设婚宴，他派仆人去叫卑轻的人来赴宴，他们却不愿意来。他又派另一批仆人去说：你们对卑轻的人说，我已经预备好了盛宴，公牛和肥畜都宰了，一切都齐备了，进来参加婚宴吧。他们却不理睬，便走了，有的耕田，有的做生意去了，其余的抓住仆人领入之后，杀死了他们。国王大怒，就派军队去消灭了那些凶手，分扫了他们的城市，然后对仆人说：婚宴已经齐备了，但是卑轻的人都不配享受。所以你们到各路口去，凡是你们遇到的人都请来参加婚宴。那些仆人就到大路去上去，把所遇到的无论坏人好人都召集来了，婚宴上就坐满了客人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喂，
各位教友好。好。今天很适合一个大概三十分钟的讲道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开这个玩笑就可以，就不用讲了。其实，对我跟神父说，因为我们坐了蛮多小时的车，然后等一下还有行程，很重要的行程。对，所以我说那不讲道。基本上不讲道。好。马上说吧，你的教友换了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大家都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没有。那做一个梦想吧。好。一分钟。信经第二十，我信全能的天主父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，我信父的唯一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信他因圣神降临，由童贞玛利亚诞生，我信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死而安葬。我信他下降阴府，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。我信他升了天，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。我信他要从天降来，审判生者死者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儿公教会，诸圣的相通。我信罪过的赦免，我信肉身的复活，我信永恒的生命。阿们。
各位教友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经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经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上主，求你接受我们信众的祈祷和奉献，使我们虔诚举行圣祭，以赢得身后天国的荣耀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。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。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圣父，我们借着你忠爱之子耶稣基督，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基督是你的圣言，你借着他创造了万有，你派遣他救赎了我们。他因圣神降孕，有童真与诞生，他奉行你的旨意，为你争取神圣的子民，受难时伸开双手，以战胜死亡，宣示复活。因此我们随同天使和诸位圣人歌颂你的光荣，同声欢呼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”
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请我留起记录我们参考你的身世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。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并因圣神合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不舍的教会，圣灵的子民亵动我们的教宗范吉格，我们的主教诺伯与所有主教，以及尊帝圣者的女人，都在爱的中日趋晚上。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，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向见你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对于天主之母童贞、荣父玛利亚、圣母的敬拜圣若瑟、主圣周福，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，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，赞美你，宣扬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尊敬和荣耀，借着基督血统基督在基督内，并连和圣神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宣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前程期待永生的幸福
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不是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同在。请大家呼祝平安。平安，平安。
再次把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灵魂、我们的整个生命奉献给天上的君圣母。圣体圣血养育了我们，恳求你也恩赐我们分享你的神性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圣米格尔聪明天使，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，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里头和奸诈的陷阱中。我们谦卑的祈求，但愿上主谴责他，上天万军的统帅，求你因上主的威能，把徘徊人间、引诱人灵、使其上网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您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弥撒礼成。感谢天主。